铺一张宣纸，凝神下笔，心神合一，凝神展现，或悲或喜的心情被水墨的芳香所浸染，水墨的花儿默默地绽放。一点墨溶于水，一个人的情感氤氲在宣纸上漫开，久别的灵感开放在饱满的笔尖上，一纸书宣铺陈着岁月的沉淀。水墨晕染的心情在运走的细节里，飞舞的笔端，热情飞溅，成名豁然。一词花间，一纸牵绊，一份浓烈，一份傲然，消耗一段缱绻的时光。好了，朋友，子江在东京艺术工作室向大家问好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